今天逛菜市场，嗨，老板，这个大蒜咋卖？花友们好，又到了差不多一个多星期不一定有一次的球球上盆节目，欢迎大家先点个赞，然后继续观看或者不继续观看。捏在手上家伙是个正儿八经的一份子，落地就要入乡随俗嘛，份子份子多绕口，咱们就叫它一根字。阿根在我这里经历过了好几个台风，看它的根系就知道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沧桑感。这里用上了国际之名12卷大 UP 带学小姐姐的赠送的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技术研发的经典时尚透气小花盆，除了种花听说还能用来打火锅，具体原因有兴趣的可以看我之前的某一条投稿。经有趣又乏味的上盆过程，最后在锅边撒点小面粉，让可爱小虫虫一旦不小心吃了可以早日轮回。最后的最后，在周边围上一圈护球专用土，就大功告成了。好，本次视频到此差不多结束了，万分感谢观看，投不投币没关系，觉得视频质量还有待改善，欢迎支持点个赞，如果觉得还不错可以点击3下赞，说不定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哦，拜拜。